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 Google Office BRT1， 就是眼前这栋新楼的一楼的盛大开幕，所以今天想就是 take 这样一个 video 来带大家看一看一楼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。2016年的时候，特鲁多总理也曾经来给这栋楼剪过彩。好，我们来走进这栋楼。然后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大大的 Google Sign， 然后这边是粉色的霓虹灯一样的 Google Sign， 这边是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的吊灯。然后这里是二楼，我一直觉得这栋楼一直都非常现代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礼堂，它在三楼，很多的 Google Talk 都是在这里发生的。然后这边是三楼的食堂，这个是今天的午餐。有时候这边的 side dish 会有三文鱼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，每个员工呢都会有一个涂鸦，是专门请的一个艺术家画的。然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栋楼居然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室，不过位置很有限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